乌拉尔图王国是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古国，地处黑海东南和里海西南的山区。公元前八世纪，乌拉尔图王国的崛起使亚述人在屡遭挫折的战事中认识到，任何针对乌拉尔图的直接军事行动都将导致失败。于是亚述人不得不采取迂回战略，先征服叙利亚和伊朗，以斩断乌拉尔图的联盟支柱。当时亚述人的目标就是这一地区的樊城。现在的樊城是土耳其东部的一座著名城市，它地处山脚下的一片绿洲，位于樊湖东岸。樊城距伊朗仅有100公里，在古代是丝绸之路上连接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自古以来，诸多民族都曾在这里留下各种文明印记，他们有胡里人、乌拉尔图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樊城西面大约3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城堡，辽阔的平原上一座巨岩突兀于地面，尽管高高的城垛给人一种风烛残年的感觉，但依旧有着一种冲天的豪气。樊城堡远远的望去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城堡，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很原始的一个山、乌拉尔图王国时候当时建造的这个城堡。这里就是当年樊城的古址，2800年前乌拉尔图人曾经的国都。这个城堡的特别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城堡，它这个城堡里边什么都有啊，有点像小的一个城市中心。国王萨尔杜瑞这样的一个城堡，他第一次建，但是他后面的人，他去了以后，他后面来的好多国王后来再加好多东西。这里曾经叫土师普城，樊城是今天的称呼。这座城堡的建造者是乌拉尔图国王萨尔杜二世。城堡修建于公元前764年。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挺好的地理位置。这边我们看到的是樊湖，在那边樊湖这边是一大片的平原。那个时候这里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高点。是的，很好的地理位置。他那个时候完成是，他乌拉尔图时代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最中心，这城堡是最中心的一个位置。城堡上的观光客大多是樊城的库尔德族居民，以及不多的外国游客。樊城城堡的山石建筑非常惊人。绵延数公里的城墙耸立于近乎垂直的峭壁之上，从城堡往下看，绿油油的草原如同地毯，上面点缀的牛羊以及亚美尼亚人古老的教堂。乌拉尔
都城市里边，就是那个时候的王，不是只有一个土司吧？乌尔土人很厉害，很大的，人口很多的一个王朝，王湖。旁边的这个城堡是他们的首都的最中心，所以你就说他们当时这个所有的那种城市的这种建设都是围绕这个城堡来开展的。是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城堡的雏形，实际上已经不是当时这个乌拉尔图王国一个国王建造的，是后来不断的有这个国王在修建它。大部分是乌拉尔图人建的，因为这样的城堡好像别地方看不见。没有啊？没有，因为它这个城堡是不是石头用的，用土做的，土夯上去的。土夯上去的，就是那么大的城堡有不同的颜色，这边的城堡，保护城市用过的。所以这是比较高最高的一部分，所以他那边有军人，军队都在那边等，所以他那个位置看见全部王附近的城市也能看得见，所以敌人来的话第一个看的人是城堡上边的那个军人，最高的那个地方，最高的那个地方。王城堡有很多门，就是最大的最好看的一个门，进门，这是第一个大门，第一个大门，但是后面还有好几个门。我们进去一下，你进去里面看吧。好，置身于历史悠远风景壮丽的城堡，你会不自觉地回到乌拉尔图人的时代。公元前18世纪民族大迁徙时，中东一支重要的民族胡里人来到了这一地区。胡里人控制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大片土地后，崛起于凡胡地区。胡里人是一个野蛮而强悍的民族。公元前15世纪，胡里人将伊朗山地到叙利亚合并为一个国家，叫做米坦尼。但仅仅一个世纪后，赫梯人便打败了米坦尼王国。米坦尼王国的国王马迪瓦扎也成了赫梯人的家臣。而后来这里出现的乌拉尔图人，正是留居在故里胡里人的后裔。在亚述人的历史资料中，早在公元前13世纪初就提及过乌拉尔图人，而到了公元前10世纪，樊城便已成为了乌拉尔图人重要的生活中心。公元前9世纪，当地土著乌拉尔图人联合了起来，他们组成了一个乌拉尔图王国，他们就定都于这座古城，今天的古樊城城堡。我们眼前广袤的樊湖东岸地区，在当时叫土司浦城。至今，你仍旧会在山脊城堡的破落的石头建筑中，看到公元前8世纪和7世纪的器形文字碑文。这些碑文向我们见证了这个地区的古老和沧桑。这大部分已经破坏了，所以如果好多地震打响以后没破坏的话，能看得到，应该比这个更壮观，比这个好多了。对，它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它这个高有多高？这个城堡，这个城堡就是一般的，因为也不一定，就是有的是天然的那边，对，这块啊，那个人造的那边，那边的话，90到100米。90到100米，因为它就是原来更高，它是依山而建的，可能它这个山的高度再加上它的高度，应该是100米左右，90到100。但是它就是这一条路越来越高，原来
这个城堡更高的一个位置。啊，据说这片杂草丛生的平台建筑地基就是当年土师普城的遗址。在3000年前，这里曾是乌拉尔图人一座繁华的城市。后来好多国王去世了以后，他们要将他们的坟墓在城堡里面，他们觉得城堡里面将他们的墓地比较安全，所以有的国王的墓地还是里面，就是城堡后面，在城堡后面后面有一个墓地，就是这个墓地是奥格里提斯墓地。当年促成乌拉尔图人政治联盟的动机是因为惧怕南方亚述人的入侵。从军事实力上讲，亚述人的军队组织更为严密，装备更加精良。不过亚述人从未征服过乌拉尔图王国的土师普城。从眼前的城堡我们可以看到，乌拉尔图国王不向亚述人屈服的原因是因为樊城地处天险要地。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乌拉尔图王国受崇山峻岭的屏卫，这就足以挫败亚述军队向西北进入小亚细亚的任何机会。军事的对峙很难阻挡文化的交融。亚述是苏美尔和阿卡德文化的继承人，这笔丰富古老的遗产使亚述在文化上极具魅力。乌拉尔图人在战争中开始接受亚述人的文化，不仅仅是接受，至少在石造建筑中，乌拉尔图石匠的技能甚至超过了亚述人。当时他们的石造工艺在精细程度上几乎达到了埃及人的水平。这间不大的二层小楼是樊城古文物博物馆，这里有着众多有关乌拉尔图人的出土文物，件件都是珍品。这个名字叫樊城博物馆，也能说乌拉尔图。乌拉尔图王国博物馆里面的好多东西都是乌拉尔图时代的。最早的是公元前九世纪，3000年以前的东西，3000年的历史都在这里，那么漂亮，都是女士们用过的手链，就是。坠子哈，坠子，耳环，打仗时候铜的，铜的保护用，铜的帽子吗？不是帽子，盾牌是吧？这个是当时他们打仗用的盾牌，铜的。看这个，他们是曾经用过的一些刀子。从这些展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乌拉尔图人与小亚细亚古文化的渊源。看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水罐也好，或者是生活用具，都上面也很有这种审美的追求哈。几千年以前，他们在这个使用的生产工具或者是生活工具上，很漂亮。
是当时挖出来的一些碎片啊。我们还可以从这上面看到很古老的当时他们的这些动物的造型的图案，这个像鹿一样啊，你看有这个鹿角，当然不是很完整的这个动物图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清晰的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想表达的这种动物的这种造型。三千年以前，至少三千年以前的文物，都是他们拥有的定做。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个就是当时乌拉尔图王国的文字的。乌拉尔图是我拥有的阿苏文字。阿苏文字。阿苏文字是乌拉尔图人拥有的一个文字。嗯，所以很复杂啊。对，用钉子写的。对对对，他一点点的把这个在这个岩石上，凿出来这种文字的这种造型。当时这片土地上的祖先，他们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通过这个考古学家、文物学家、历史学家去挖掘他们这个当时的这种文字的真实的内容。那个时候的人，十三块石头的这个原迹，1998年在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角落城市里面发现的。这么一组13个这种石头的这种遗迹雕像，就是王旁边啊，而且以前没有，从来没有被公开的展示过啊。With human figures， 你看那个时候他们的人物造型还不是很复杂哈，他们当时用的这些工具，还有他们用的这刀，这个应该是他们身上的，我们刚看到那个腰带，还有下面有一个洞啊，对，他人去打猎的意思，因为打猎是那个时候的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人物的这种造型，这是他们手上的一些工具。公元前9世纪末，乌拉尔图进入了全盛时期，他们征服了凡湖和幼发拉底河上游广大地区。公元前744年，亚述王开始征讨乌拉尔图周边的各个同盟国。公元前735年，亚述人挥师乌拉尔图王国，乌拉尔图国王萨尔杜里二世退守首都樊城。尽管亚述人包围眼前这座城市很久，但一直没能攻陷。公元前714年，新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再度出兵乌拉尔图，但依旧没能破城。但此时乌拉尔图王国早已元气大伤，全部领土只剩下樊城这座孤城了。后来在西米特人、斯基泰人和米迪亚人连年入侵下，乌拉尔图王国终于走向了灭亡。那这一大片，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说原来围绕着城堡这一大片，应该全部都是古迹。对，这个城堡的城堡旁边、城堡附近，原来有很多人住的房子，好漂亮的，这里瓷子的很多房子。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什么了，除了看到几个这个还残存的这个古迹。是的。这里老的、古老的、古老的萨族时代的，差不多800到900年的历史。当时他这边的两个柱子的清真寺还是奥斯曼时代的，500到600年的历史。还有他中间，我们对面有一个很老的一个教堂，就是一个基督教堂。他这个基督教堂已经破坏了，已经看不到了，就是在这个陵墓的一个和这个清真寺的旁边，应该是啊。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当时的这个樊城堡里面的一个寺庙的一个遗址。和在这个樊城堡大大小小的寺庙有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是应该是很特别的一个位置，也是最大的一个。他们把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祭祀的活动都会在这里进行。每一年，祭祀找一个动物，过来这边高一点的一个地方，祭坛。祭坛，祭坛的时候，他们放那个动物放在这边，这里有一个水路、水池啊。所以他当时这个寺庙的位置应该是选得非常好，他是应该说是在最西方，是不是？是的，也是在太阳落山之前，这块是最亮堂的地方。是的，这是当时的一个祭坛，我们说就应该是相当于这个动物的祭坛，动物放在这之后宰杀之后，它的血顺着这个岩壁一直流下去，那所有来祭祀的这些人呢，用这些动物的血抹在自己的这些额头上，会带来好运气。动不同的动物用不同的，这个应该也是当时做祭坛用的。动物越大，越大的那条。对，它的血就顺着就流下去了啊。还有什么？原来城堡，外边有很多，不是只有一个寺庙，还有其他的寺庙。但是它这个寺庙比较特别，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寺庙。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寺庙的这种原型了，只是它的一个遗迹。在樊城，没有比樊城城堡更令人难忘的。巨岩上的这座城堡，在乌拉尔图人之后，又走过了波斯人、亚美尼亚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和塞尔柱人。1915年，在俄国军队到来之前，奥斯曼人又一次毁掉了老樊城。新城，就是这边新城主要是这边为主的哈，建造的一些楼房起来了。站在高高的城堡上向山下望去，4公里之外是土耳其建国后重新规划的新樊城。樊城一新一旧，遥相呼应，似乎互相在诉说着过去的事情。这4公里的路途，他们竟穿越了2800多年。